心就是这样。要签了，要签。一二三，好，二三，好。有啊，怎么算都只有十一个啊？然后就想说我们是十二个，我们是十一个，十二个，十二个吧。一二三，好。哇！这是今天看到的景色。可以过吗？哎，回音谷快到了。回音谷在 1.2K 的地方。有阿英买串呢。我想讲你袂穿。下雨耶。真的耶，刚刚谁说谎话？先往那边走一下，下去会比较。对啊，嘿嘿，有没有这颗石头？这一颗，这一颗，这个超像鸟的。这一颗是铁山，哇，铁山是铁山，没错。加油！上面有一个观景的地方，下面也有路，下面就是绕过观景台就看不到景了。哦，看风景哦，虽然老天爷好像。山友，好，厨师一，一，二，厨师二，二，干什么？来，两位一起看，三位一起看。哇塞！我那边比较怕，装着什么？要煮吗？不用，我都已经蒸熟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决定从这边往上走，往上走比较安全。我们就没有，你说错了，现在是白天，不要晚上。好冷哦！好，上面有一颗，但这颗还不够大哦。然后这里有一颗，是哦。哇塞，好漂亮哦！抵达瀑布，下来这个瀑布，然后取用，我们要去神木区。感觉还蛮舒服的。对呀，所以你要拿这里的水来煮餐，其实也有点难哦。嗯，哦，看起来右手边还有一棵神木，上面还有枫红哎，哇，树中树哦。
后过来这边，就发现这颗块木是中空的，很美。2.2K。我们来到地往1、2、3的神木的岔路，记得过这个乱石区。3号巨木，离是2.4K 的地方，岔路在2.4K 的地方。3.13了吗？好，我们回到 1.6K 的休息平台。对对对，超级厉害哈！这个是谁啊？偶像哎，偶像，对啊，这谁啊？好强哦！一级棒，哦，一级棒，对。哦，接下来是谁？力度啊，二级棒，厉害，好厉害没？成功，恭喜！哦，来，恭喜，攻顶成功，完工，恭喜呀！偶像。